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就是爱理财，我是主持人。却展现出极度清晰的思考，不仅无比精彩，更是极度重要。结构
30，所有人都必须制造半导体。31，与中国人分享上帝的爱。戛然而止，整个生产线陷入停摆，营收大幅下滑，庞福被掐住了技术命脉，陷入技术窒息。华为就像
球另一端的工厂关闭。这一切仿佛是全球化出问题的完美写照。过去几十